找到台湾的频率，台湾60赫兹。大家好，我是廖庆学。疫情过后呢，国境解封，国际观光客呢是再度光临了台湾。那么台北的101呢是必访的景点。那么要登顶的话呢，必须搭乘101这一个快速电梯。那么不用40秒钟的时间呢，你就可以俯瞰整个大台北。那么它呢也同时呢是吉尼世界纪录里面呢最快的电梯。而且电梯在快速上升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内部呢可以保持平稳，而且呢承载的一个人员的话呢，它也不会造成不适感。那么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其实呢这个快速电梯呢背后呢是由台湾本土品牌所制造的，但本土品牌是如何打败百年的欧日大厂呢？关键呢就在于智慧技术的领先，以及拥有随传随到30分钟之内呢就能够抵达现场的本土维修团队。如今呢是坐拥了全台湾25%的市场，年营业额呢高达50亿元。两款非常特别，我们把它称为所谓的古董机械式的楼层指示器。其实这个就是手机的按键，不是传统这种按钮式的。从最新颖的全触控萤幕到传统齿轮，通通都做。这里是全台最大的国产电梯制造商，我们每天搭乘的电梯几乎都跟他们息息相关。这都是我们的钣金的厂房，这我们雷射加工机。走进这一间位在桃园的厂房，有7000坪这么大。当各大厂全力西上、全力南上，他们却坚守台湾。这也是为何能拿下全台1/3电梯市占、年营业额高达50亿台币的关键因素。输入设计数据，大型雷射切削便能迅速完成。钻孔打洞，一整台电梯上下左右，所有的面板全都在这里加工拼装完成。大至整片面板，小至楼层按钮切削，最少化人力加上科技化，完美配合。研发、生产到出货，深耕台湾接近一甲子。最知名的作品您一定不陌生，就是台北101。登顶必须搭乘分速高达1010公尺的快速电梯，也是吉尼世界纪录最快电梯，就是台湾本土品牌做的。当年能够打败众多日系大厂胜出，正在于一条龙的服务，深耕本土。电梯市场它大概分3部分，一个叫产品，一个叫工程，一个叫回报。那欧美大厂的厂，它在台湾没有厂，我们为了做工程的部分，还有回报的部分，那我们设了7个分公司，提供最近最快的服务。
能打下江山，就靠当年起家代工日本电梯，逐渐累积自行设计和国产化的能力，更主打比欧美厂反应还要快，部署600人的维修保养部队散落在全台，一旦电梯出状况，力求在半小时内抵达现场。养兵千日的教育训练基地就在这里。看不到的电梯之上、电梯之下，难得呈现在镜头前面，却是这些电梯技术员的日常，更是1:1模拟机台安装、维修、突发应变，随时做好准备。除了固守每年近6亿的维修保护市场，更看准的是未来摩天大楼增多，今年还推出了本土研发最快的360米高速电梯。我们现在走进的就是电梯的关键心脏引擎这个地方，这个是150，也是一般电梯会使用的。而后方大台一点点的呢，是商办在使用的240。不过未来的关键在这里了，就是360，也就是未来的一秒就能跑2层楼。以台北站前星光为例，50层楼只要25秒就能够登顶。除了要快，更要结合 AI 趋势。台湾的科技在全世界，包括 AI 啊相关科技，包括你看这个机器人，算是在全世界顶尖的哈。所以我们很快速也很便利的应用在我们的电梯上面。那在全世界可能，所以我们的产品大概可以媲美世界的一个水准。从科技厂合作的机器人到人脸辨识、智慧电梯，半世纪的老品牌大厂与时俱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之中，不止杀出重围，下一步更要进军东南亚，让台湾技术全球开花。好，以客户服务、技术智慧为导向呢，让台湾的快速电梯呢具有国际的竞争实力。另外呢，在桃园呢有一间传统的工厂，过去呢是以生产不锈钢的垃圾桶为主，那么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台湾主要的半导体晶圆框架的一个供应商。那么呢，它同时做出良率高达99.9%的晶圆框架，就连日本人都非常的佩服，甚至呢红到了国际。那么包含像是微软啊、SpaceX 啊，都上门找他来合作。能够在国际上面发光的最主要原因呢，他是有一个幕后推手，是第二代的接班人总经理林宥嘉。他呢是如何带领着传统工厂呢走向国际的？带你来了解。从垃圾桶做到晶圆框架，就连微软还有 SpaceX。也上门合作，成功的关键藏在细节里。这家隐身在桃园40年老字号工厂，员工不到50人，却拿下高铁1000个垃圾桶订单。主要是因为它的结构设计跟材质，而我们做的这个材质垃圾桶是它是非常坚固耐用的。实际上，高铁从通车到现在已经20出头年了。那一直有少部分的一些可能需要人工去维护的一些损坏，大部分的东西都还在线上使用。产品坚固耐用，但是要等到下一笔生意也需要更长时间，怎么创造更多优势？我们用原有的设备，然后去开发，怎么样用一样的设备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产品？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发像不锈钢的水槽、不锈钢的桌子、推车类的东西，可以放在一些半导体的厂区里面这样子。开发出各种产品，打造客制化能力，小小工厂创下年营收2亿。对，他现在在初步的那个组装，是用回收桶啊，或者是客户的定制品啊，一些都是用手工下去点焊跟研磨的。师傅们每个动作都做得精准，而小小工厂也被半导体大厂给看见。今天要做客制化的东西，要用半导体的东西，那这个东西要放在他们机器里面，它的公差突然从几米，然后变成
0.多mm， 就是变成是公差突然再升一个等级。就此跨入不同领域，于是跟爸爸花了一年左右研发，初期烧掉近百万，实验调整无数次，终于做出成品，更做出良率高达99%，就连日本客户也佩服。如今全台湾90%半导体大厂都找他们，而且在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等等国家也都有客户，在国际舞台发光，就连微软、 SpaceX 也找上门合作。 SpaceX 像微软他们都是透过网络的方式引流进来的。宏大国际的幕后推手就是他，38岁的总经理林宥嘉。但你很难想象，以前的他是名厨师，做餐饮业就是你在工作的时间，别人都在休息，你的朋友在休息，家人在休息。我们大概有5年的年夜饭就是在饭店里面吃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对于产业的憧憬开始有点动摇。那我父亲那个时候刚好也在决定这个公司到底接下来要怎么样进行的时候，他有跟我讨论过，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回来家里从头开始这样。不止重新开始，还把老厂牌从台湾推向国际。我一直就听我们同事讲，假如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很好，那我一直问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只能做台湾这个小市场，可能产品很大，或者是我们公司也没有人回去做。那我就一直很想要去试试看，但是我英文又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发 email 的方式去开发。那英文不好，那我想 email 发的状况也不是太好，所以我也试着打电话直接去跟国外客人试试看可不可以沟通。电话拿起来，那国外的人都语音这样子，他听不懂，我不知道按哪一颗，算了吧，就要挂掉。起初靠着土法炼钢，边用 Google 翻译，边跟外国客户接洽，终于第一笔国外的订单来了。光那个客户，我们就大概做600万台币的生意。这600万对我们来讲其实不多，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从网络平台开始做行销，接下来还规划参展，要继续在国际发光。钣金加工厂第二代更要持续创新，带领传统黑手工厂找到更多可能。比较安全的就是在韩国。好，从生活用品到晶圆框架呢，材料的应用呢是更加的多元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带您呢来看看洗衣业者怎么样运用科技来创新。那么过去呢，我们所送洗的衣服的话会经常洗丢了，或者是呢这个洗衣液子呢把它送错地方。那么现在呢，有国内的洗衣业者呢是运用呢科技溯源的晶片技术呢，不只让这些制服呢可以物归原主，而且呢一个月还能够洗出25万件的衣服，营收呢是连年的成长。一件件超商制服整齐悬挂在轨道上，穿梭在这儿，它不会迷航，因为这里是全亚洲唯一高自动化洗衣工厂。知名超商4000家门市店员的制服全都送到这儿。在这个600平的自动化工厂，一个月可以洗25万件的企业制服，而且还可以分送到每一个门市都不出错。靠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RFID 晶片，比标签还小的晶片和条码，在新做制服时就缝进里头，让每件一模一样的制服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桌面仔细检查是收回大量送洗制服的第一步。这时衣服尺寸、洗过几次、来自哪间门市等等资讯，制服的前世今生全在晶片中，桌面底下的感应器侦测读取，上头更有摄影机，无论是脱线、掉扣，全都线路下建档再送洗。一大箱洗好、烘好的制服被技师纯熟又效率地挂在轨道上，他们被送去自动整烫。一架自动脱落制服，躺在输送带上就折得整齐方正，自动包装后仿佛是一件件新衣服出厂，最后才被放入自动配货的悬挂轨道。不管是件数、尺寸，或者是它的 RFID 的条码，一定要完全一致，我们才能做完整的出货。那一样全程都是有摄影画面的，所以它不管是放了几件进去，这如果万一可能我们的客户有疑虑的话，我们都可以提供。省去一件件比对的人力与时间，还能精准配送。业者原本执行
级一般课。2019年建立科技溯源系统，收服了大企业的心。像这些企业制服，他们以前是给其他人洗的，他们以前能做到就是今天我订单可能有2件 S 号2件 M 号，他就是全部洗完了，在他的订单里面挑了2件 S 号2件 M 号，这衣服不是当初你穿的那一件，那我们可以做到原店原回。因为 RFID 晶片那个时资讯就结束在这边了，所以至少我敢讲，纵使这个物件不见了，我们都知道它发生在哪一段，那我们赶快去补救，大概基本上可以说的是100%在做控管。100%严格监控。根据业者统计，超商每年会损失12%的制服，相当于20000多件。如今降低送错丢失几率，耗损低到接近零的0.0001%，换算下来大约可以省下上千万元。我想，对于员工的制服，尤其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制服，各店到底寄件了多少件，各店到底要回送多少件，如果没有更严谨的一套系统来管控，其实更难。员工再也不担心会穿到别人的制服，日常生活难以清洗的脏污也能洗得一干二净。像是当衣服被原子笔划到，技师会先用油性药剂分解，刷洗后再用高温蒸汽吹开，不到1分钟就去除原子笔的痕迹，洗涤状况做得到全客制。餐厅业者的制服最难清洗的就是油污，但是每一件衣服的材质还有受污染程度不同，所以包括洗剂、时间还有温度都要客制化设定，才能清洗的这么干净。像是老字号大饭店、观光客最爱的小笼包名店，甚至连琼斯杯赛事都把衣服送来洗，能洗遍不同领域，营收接连2年成长50%。在公司超过10年的资深经理顾少廷，从客服开始做起。回首来时路，原本不到30人的小公司，累积18年经验，已经大翻身。我们一开始经营的是非常传统的通路，然后我们代工像洗衣店，或者是像一些社区大楼的收送。从传统洗衣管道打下基石，到打开四大超商破万的送洗通路，不止创造新形态服务，单量多，员工人数跟厂房都扩增8倍。我们要把它的这个洗涤的事业扩大到全省，所以我们毅然决然就是去设新的工厂，而且是连续3年，然后就等于是一年盖一场。对，那我们把我们的制服、把我们的客衣，还有把我们的饭店洗涤全部都分开，那各自有各自的设备跟特色，规模大增，展现强大企图心。业者还向日本洗衣龙头取经，引进设备，像是人形整烫机，360度一次烫，比起一般业者花3到5分钟，在这儿20秒就完成。流畅的产线与厂区管理，背后投资上亿元，但洗衣价格没有因此被拉高，业者维持初心，打算以量制价。现在还结合轿车 APP 优化预约洗衣流程，传统产业跟上科技运用，衣服也可以洗出无限商机。疫情加上缺工以及通膨，许多的行业呢都面临着市场的挑战，其中呢饭店业者呢是首当其冲。那么不少的一个饭店呢传出它的一个经营危机，那么老字号的饭店呢甚至要关门大吉。那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的话呢经常会看到，那么有一些饭店呢索性呢就把老饭店呢给拆了，然后呢重盖商业大楼或者是豪宅。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带你来看看呢是这一家老饭店。那么这家饭店呢却在3年之内呢狂开了50家饭店，那么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全台湾旅宿的龙头。那他背后的掌门人呢来头也不小，竟然是王品戴胜义的儿子戴东杰。我们来看看他们公司呢是如何导入智慧化服务，节省经营成本，创造营收。水一望无际，阳明山的中国励志迎来冬天泡汤季。一放水，硫磺味扑鼻而来，冲着天然温泉，这里住房满满满。有11年经验的黄慧芬，几分钟就能铺好，虽不免疲累，但也没办法，因为愿意铺床的人越来越少。哦，我们都教会了，都来都教会了，都会做了，就像阿姨不做了，她好像太累了。
者却空8000人，满手订单没人做，就连中国励志也转手换人经营。疫情海啸吹出饭店业大洗牌。时间因为缺工，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多饭店都关门了。但同时，也是在这3年，有一家科技公司居然狂开了50家的饭店，包括这边好山好水的中国励志，包括台中的永丰站跟礁溪的麒麟，都由他们接手了。而背后的老板大有来头。那现在所在是我们台中的智能研发的总部，那这边是我们销售产品的研发。那白 T 恤牛仔裤，他是戴东杰，3年内狂开50几家饭店，坐拥超过4000间房间，一样成为全台旅宿集团霸主。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王品集团创办人戴胜义之子，他就是很怕麻烦的人，他可能身上只有带一张信用卡，然后用那个很简单的相机啊，然后他给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要让对客人漂亮客嘛。在复兴的光芒之下，戴东杰很拼，更谨记复兴给的观念，简单的操作是基本，而科技是他们成为旅宿新兴的一大关键。我们以这间饭店为例，它其实有128间的房间，但是柜台只有一个人，因为靠的就是旁边3台的 check-in 机台分摊人力。每一个月开会都在检讨我们的自助机台的流程。我们现在的平均使用 check-in 一个房间的使用是120秒，好，严格说是123秒。那我们希望它一直在降低，一直在降低。那我们最快的客人，我们看到数据是他19秒就 check-in 完成。连3秒戴东杰都要计较，分秒必争，就是因为全台科技饭店不在少数，他们要鹤立鸡群，就得连饭店房务都导入科技。哎，我们现在找完了，那我们下一间。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系统收到他要去扫房的任务，然后扫房任务他在清洁的过程中，他还可以拍照做集合，然后以及结束之后，他切换说这个房已经清洁完毕了，系统端会立刻收到，所以中间那个时间差就会有很高效率的节省，那也省掉了可能周末我们要一直有旅客在大厅那边排队。用 App 缩减房屋清洁跟柜台沟通的时间差，加快 Checking 速度，客人顺利进房后，客房服务也得精简人力。是外送还是备品，饭店机器人自己搭电梯。送上楼还会打给你，让柜台人力大幅减少4到5成，成本降低，也度过了疫情。年营业额2022已经突破12亿元，2023更上看14.2亿，接下来就是海外市场。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出海啊，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到了大阪，还在试营运当中呢。主要是锁定是大阪跟东京，就是以大城市为主。宝宝要出发啦，服务客人是在下的荣幸。主打智能，当然还得精益求精。最新研发的机器人首度在镜头前曝光了，以前要人工放备品，但接下来是透过 LINE 下单就能够将人力完全归零，全智能自己取货。雀工时代的饭店正在智能转型，谁能抢先趋势布局，谁就能抢下旅游大爆发之下的兆元旅宿庞大商机。